离开 YG 依然稳坐女偶像品牌效应榜首，一月女团成员品牌度排行榜，根据韩国商业研究院公布数据，以消费者参与、媒体曝光、网络社群指数等进行分析 ，JENNIE 以339211品牌声誉指数位居一月榜首。自十二月以来，她的得分上升了12.85%，似乎离开 YG 后 ，JENNIE 品牌价值飙升，让粉丝网友们赞叹 JENNIE 不愧是顶级偶像。而少女时代的泰妍品牌指数排名第二 ，NewJeans HONEY 位居第三 ，ESPA 的卡莉娜排名第四。与上个月相比成长了 25.4%， 基础品牌指数排名第五。近日 ELO 公开基础拍摄新画报，让官网瘫痪也展现惊人带货力。